现场是一片混乱。这一间是位在佛州中部小镇的太阳信托银行，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，有一名男子呢持枪闯入，在银行内开枪，造成有五个人丧命。随后嫌犯是自行来报案，但一度和警方僵持不下，警方是派出了特勤小组冲入银行，才说服歹徒投降，而最后还是顺利的将嫌犯逮捕。美国受到冬季风暴的影响，在马里。